就是这儿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脸就醒了。梦和现实是相反的，你不会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吧？啊，你想啊，你平时对韩总那么凶，那怎么办？姐妹听我的，主动出击，兴许还有机会。嗯，韩总，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。笔呢？这儿呢。小结巴，你怎么了？发烧了吗？赶紧叫救护车。你才有病呢，臭流氓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惨不忍睹。不应该啊。下了班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有惊喜。韩总。对，小结巴，干嘛呀？舅舅，过来斗地主了，就等你了。斗地主？韩琛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小结巴，你听我说，这次我真的给你准备了惊喜。说吧，斗地主还是打麻将？总不能是求婚吧？小结巴，如果我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我，不对呀，像他这样的花花公子，这种话不知道对多少女生说过了。买个戒指有什么稀奇的？于是，第二钻戒需要男士绑定身份证，一生只能购买一枚，送给一个女人，代表男士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承诺。哎，这场景好熟悉啊！不是吧，梦里跟我求婚的人居然是韩琛。小结巴，我愿意违背我的天性，忤逆我的本能，永远爱你。我可把这辈子唯一的名额给你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不同意。造孽呀，我不会真的嫁不出去吧？